哇哦，速闪玩家最喜欢的一集，安德鲁，哎，这把赢了。安德鲁，喜欢。安德鲁的话，换到天赋塔，换这套吧。抓安德鲁的话，不用纠结于开局闯闯偏脸，只要闯他附近就行。他会给我们送源源不断的一个存在感，就很好，很贴心。小汤圆装高冷，我哪里有装高冷？我一直是这样子的呀，哪里有装高冷啊？这边赌一次，因为中场没有刷电机嘛，所以他肯定会修这边。判断的一个依据是刚刚的耳鸣，好小子。反应挺快啊，抓守墓人裁板很重要，因为他会在板子旁边跟你周旋，所以有守墓人的局墓阵先抓。张狂不用带，因为守墓人会给你送存在感，所以没关系的。我挑，跟上去。闪现抢节奏了哦，好吧，及时补助。祭司应该在这里，你还跳下来了，挂前面去。祭司应该在楼上，电机两台半吧，快三台了已经。楼上祭司啊，等他下来就。哎，不对，是你来救赎。舒服。哎呀！没过半。没过半有点亏，那边在摸了，还想这么久打动手，老子要不挂这里。救援是真快，走位好怪啊，你这电机快够了，祭司跟拉拉队的修炼很快的，快够了。两幅画，输吧你，没修够，这把就赢了，挂上去。没修上去，就没修完嘛，这把就赢了，电击可守。
可能会摸滑一下。这里听到了，所以打游戏一定要戴耳机啊！啊，树爽最忌讳的就是当小龙虾了。听到了，不摸的一个声音。